我觉得第一关哈，应该是直接这样就好了。直接打过去。好，打过去之后呢，第二关有一个风化仙，你要两只这边，我觉得开这个，打不死哎、欸，再开一个，然后下一关我有一个鬼机年复哈，鬼机年复这个地方哈，我们就，哇，他已经快挂啦、啊。好，一组一组他应该就挂了，还没挂。没关系，再补他一下，然后再来来到这个比较麻烦的，就是自残20%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我还没合体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好像没合体也没差哈。下一关呢，我们就可以合体让他回血，然后有一个越攻越强的强化盾。400多万，来开一只埃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再来呢，来到王冠，哎、欸，第六关有一个黑白符石。黑白符石的话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开个这个攻守自如吧，然后再开个这个。这样打得死吗？应该可以的啦。王冠有一个仙宫，然后还有这个迷惑符石什么小的，哈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反正开埃及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完全不用攻击，完全不用攻击，就这样打吧，就这样打。反正他这样炸一炸他就死了啦。这一关还蛮简单的。好，新观众你们好。不小心炸一炸他就死了。